农历六月初八日，希望咱中华在川中圣堂主任委员大人，经济主委郭启清，阿咱的主持黄碧如，龙主，阿咱油价油的地主微信，阿咱楼下种地主，等等吼，阿就咱南丰新大天路。 龙江，比武陈水，相谈陈秋。来，阿你，可以。
妙想之中，献得煞利又不言，人生是七度分明又刚大方，是阮讲大设定出方，大中华民国中华关大传统平和转线条线路一段一路，希望结束，恭祝咱咱本身大天下。大川龙胜等平安顺遂，圣诞千秋，有主意话灵魂，所以啊，祝你顺灵魂，同咱咱本身大天下平安顺遂，有王爷主意，新年新希望，新年龙座下，龙臂龙驾为扬鞭，正定圣意，大圣扬鞭平安。在南山龙教练英国阿姨最后请请问正天气情况大圣真意为由将军不知破坏无力大金刚无风神仙文化之心相会最最严为大川龙胜等三年以后，接受以后，哦，委员献德，含英式春夏祈福，新公布五角永州之田，永田新公布桥，李建建，诺者安，少爷，怀大大有名，一枝田，一枝红，五家风。Thank you.
Thank you.